怎么啦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不是江总那个啥，你办公室有人鬼鬼祟祟的，你刚说什么？他是我的男朋友李子成，今天刚来我们公司上班。李总啊，我就说怎么一表人才呢？那不介绍，都误会吗？刚才都说了是误会吧？误会那怎么称呼？我小李，小李叫李总，也是李总，也是李总，初次见面，打小看就行。行了，先把会议室准备一下吧，我一会儿要开会。好的，那对，生气了吗？没有，就是，就是他是你同事吧？你刚才跟那么不给他面子，能行吗？他们是我一个部门的主管，超级讨厌的。再说了，我是来给你撑腰的，又不是和他讲道理的。问你个事儿啊，没说过什么情况啊？你也没问过呀。再说了，你因为我把工作都丢了，那从明天开始。我们一起上班，你今天不好吧？这能行吗？送你个礼物，算是入职礼物。我还没答应呢，能行吗？是什么呀？你刚来我们公司上班，还是从基层做起吧，好好熟悉熟悉公司啊。操！我去停车场等你啊。啊！你忙完来找我。啊，好。哎，不是，你还真把娘娘这样。不是，我还没说你呢，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，你早不告诉我她这么厉害。你也没问我呀，我咋因为我们江总这么好一姑娘，我还怕你居心不良。你快放屁！不是，我真的要五星上将，我白跟你处这么长时间，我白跟你下这么长时间棋了。你还说我？你不也我？不对，我是你队长，你是四星。不是我让你这么埋汰我这活儿我干不了，我干不了。不是，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怎的呢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这辈子一口软饭吃不了，我现在找他，我现在不干了。妈呀，这是啥呀？保时捷啊！我天，这也太香了！我天哪！你以前天天在地库堵我啊？我开什么车？你不知道吗？我。哎，我真该死啊！我哪注意这个呀？我这……哎呦我天！那你做我的兼职司机，不，专职司机，只给我一个人开车。啊，这以后我开这个，这归我了。钥匙给你。这个，江总您上车，江总，您请，哎，慢点。哎，慢点啊！先在当心磕头。哎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兄弟们，我开上大蛤蟆了！你说这事儿、这也太香了。李思成啊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你说你怎么突然这么严肃？就是咱们两个人的关系，以后在公司先不公开。你刚才不跟那个什么李主管不都说过了吗？他没事儿，我让他不和别人说。啊，哎，为什么呀？我平时在公司都超级严肃的，我怕影响不好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说以后我女朋友是我老板，然后公司其他人全都不知道？就是我们两个人私底下还是都一样的。你笑什么？刺激！当我的组长不知道老板是我女朋友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管谁介绍你来的公司啊，要走赶紧给我走，听懂吗？怎么了？哎，江总，这人不知道谁招来的啊，这礼拜迟到3回了，叫什么？哎呀，李子成。要我说赶紧开了吧。什么？一周迟到3回？怎么搞的？这个公司不养闲人，像这种一点工作态度没有就开了就完事儿了。开了他才便宜他了，你跟我来办公室。啥？你废了啊！我先进。哎呀，你在忍一忍啊！我别生气了，你是好宝、乖宝、大宝。几个？不是我为什么迟到，你不知道吗？别碰我来，我这会儿让那个傻小子那顿损的我，你一句话不替我说啊！你回坐去。为啥？前两天你给我演傻子是不是啊？你昨天晚上跟神经病似的，你告诉我那叫小酌两杯，咱俩好像被泡在酒缸里，我现在胃疼。哎呀，那我不是和你在一起开心吗？
真是，那还疼着不是？咋不疼呢？咋不疼？快揉揉！哎，别打我！公司规定不允许迟到，你为什么还迟到？你求求了，走了吧。没事了吧？我一个女孩子管你这么大的公司，他们要是知道咱俩过去不服我了。马上要过年了，咱俩去三亚玩两天吧。去个屁三亚呀！我哪有假呀？我是个周保安。不，我给你多批两天假，你们两个人好好玩吧。那好不好？给你干嘛？干点活呢，我一天我在公司我也看不着你干活啊。哎，咱俩交换秘密呢。准备好了吗？哎，准备好了。谈过多少个女朋友？六个。到我问啊，不许想啊，你谈过几个？八个。真的？要你管呢？现在和其他女孩还有联系吗？哎，这个绝对没有。我不信。有啥不信的呢？这不信干啥呀？真假？真的。来，我电话随便看。聊天记录看，支付记录看。淘宝、拼多多、京东，哎，看我这个人行得端，坐正，我永远不怕你查，你切记。哎，嗯，你浏览器历史记录？这也不行，这也不行。一个，我出去一趟啊，吃个饭，晚上晚点回来。等着，当女友得知我晚上不去喝酒，身份证。干啥呀？这点信任没有啊？啊？钱包。我可没有钱了，你要他干啥呀？这是没钱了。你爹十块钱，钱不都给你了吗？再说今晚刘请客，不用我花钱。哎，这么好，那我走了，拜拜。小心，手给我。嗯，合适吗？我挺大老爷们儿，我带他出去喝酒去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晚上回来，他要是没有了，你也不用回来了，听见没？不合适吧？我带他出去喝酒去啊！哎，你说有个小哥哥给我发微信说找我喝酒，问他在哪儿？哎，不是啥小哥哥啊，在哪有小哥啊？我看在哪？我看来谁呢？我不信！你不去，你给我整这出，那亲一口，亲一口我走。假装打电话，其实在录像。我边上有人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挂了。谁说话呢？啊，我妈打电话了。你干啥去？我去找维维，她失恋了。那你几点回来呀？九点之前吧。哎，那你晚点回来呗。为啥呀？你多陪陪他呗，你不是挺长时间没见他了吗？我昨天刚回家完的。哦，那你要太晚了就别回来了呗。你住他家呗，你多跟他聊聊。你啥时候回去谈呢？不是，那不你好姐妹吗？我不替你考虑吗？快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哎，你干啥啊？我不去了。不去了？怎么了？那你好姐妹失恋了，你就不陪她聊聊，你不管她了？别逼逼。你真不去了？那行。你干啥呢？我寻思你不去了，我去陪陪她呗。李子成。哎，呵呵，我在外面逛街呢。跟谁？跟我朋友啊？怎么了？什么？晚上吃排骨啊？看看去不去呗？哎，这谁呀？这怎么了？你为啥跟他说我是你朋友？这不是？哎，咱俩不是朋友吗？我不是女朋友吗？说啥？
我说啊，我是你女朋友啊。妈，听着了吗？啊，拿呀，把握。喂，啊，我妈跟你说，她晚上做排骨，你去不去？去去，阿姨，我一会儿不成成，我们俩晚上就去。啊，行，挂了啊，挂了啊，拜拜妈。你咋给你妈拿那个备注啊？她自己改的，她想让我这么叫的。真的呢？不是，那吃排骨去不去啊？去。